连续吃一个月山楂，你知道会有什么样变化吗？普通人都不知道山楂是碱性食物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我建议你每天来上一点空心山楂。山楂富含丰富的维生素、粗纤维和黄酮类物质，一口下去酸酸甜甜，软糯 Q 弹，还不粘牙。我们家空心山楂和别人家的不一样，都是采用山楂之乡的沂蒙大金星人工去核，40度低温烘焙，再进行独立包装，干净卫生又方便，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。现在厂家直销满满两袋，还不到一瓶水钱。如果你年龄过了30岁，经常大鱼大肉，饮食不规律，我建议您多吃点健康的空心山楂。山楂是碱性的，常吃特别好，它含有丰富的有机酸和黄酮类化合物，饭前饭后来几颗，营养又健康。我们家空心山楂和别人家的不一样，都是采用山楂之乡的沂蒙大金星人工去核，40度低温烘焙，再进行独立包装，干净卫生又方便，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。现在厂家做活动，买一次够吃半年的，赶紧囤起来吧。天然的碱性食物来了，普通人都不知道山楂是碱性食物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我建议你每天来上一点空心山楂。山楂富含丰富的维生素、粗纤维和黄酮类物质，一口下去酸酸甜甜，软糯 Q 弹，还不粘牙。我们家空心山楂和别人家的不一样，都是采用山楂之乡的沂蒙大金星人工去核，40度低温烘焙，再进行独立包装，可以吃上半个月。知道常吃空心山楂的后果吗？人上了年纪，少吃油腻食物，多吃点健康的空心山楂。山楂是碱性的，常吃特别好，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游离酸和黄酮化合物，以及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，每天来几颗，营养又健康。我们的山楂都是选用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，个个粒大饱满，人工手工去核，自然晾晒，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，一口一个，一点都不腻。现在厂家做活动，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星期。老婆刚吃了一个月的山楂就后悔了，后悔没有早点买。今天空心山楂厂家直销，人过了30岁就要少吃油腻食物，多吃点健康的空心山楂。大家不知道山楂是碱性食物，它富含氨基酸、维生素和黄酮化合物，以及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，一口下去软糯酸甜有嚼劲。因为我们的山楂都是选用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人工采摘去核，低温烘焙，配料干净卫生，保留了山楂的原汁原味，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大胆吃。现在厂家做活动，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星期。